直击学友55岁秘密生日会。啱啱喺本月10号踏入55岁嘅张学友，虽然正忙紧筹备世界巡回演唱会，但系佢都仍然贯彻每年同歌迷见面相聚嘅承诺。而今年嘅生日会就拣咗喺学友旧历生日嗰日举行，学友亦秘密咁样出席由歌迷为自己举行嘅生日派对，同来自世界各地嘅歌迷齐齐庆祝。当日学友就执到正一正，以查理 look 亮相。在会场入面仲有个由气球扭成的吹气版学友，除了有个大髀之外，唇上仲有须根，造型非常细致。虽然在今年生日会上面，学友不似上年咁卖大包唱金曲益粉丝，不过就同粉丝互动玩游戏，真系够晒亲切啊！咁都不得止啊，学友更加 nice 到爆咁，同现场400名歌迷逐一埋身影合照，又被歌迷揽腰红抱，都在所不计。歌神人肉大放送感，劲冧 fans， 难怪佢喺10月展开嘅巡回歌唱门票会喺内地网站掀起炒卖潮啦。